下车，放心好了，落泪后就晴了，担心什么，害怕什么，别怀疑生命中的每一次抉择太多虑了，反而更不快乐。遇到什么，怎么哪里都能看到左岸啊？他现在这么讨厌我，不会以为我是在跟踪他吧？那个人，那个人，啊，左岸，喂，顾小满，左岸，你怎么会有我的电话？班级通讯录啊。啊，对哦，顾小满，你为什么总要躲我？我现在对于你来说就这么可怕吗？没有啊。你放学有时间吗？有。那你放学等我一下。啊？放学等你？你不会是想打我吧？